都看不见的吗？ And our heartbeats combine, together keeping time. When at last we become, no longer two souls, but one.Perhaps one day I'll hit the lotto. Then my bills would all be paid. Money no longer would be a bother. My life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We could travel all around this world. Fly first class every day.But if I never hit the bottom,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anyway? Perhaps one day I'll reach the big time. The whole world would know my name. Well, every other magazine cover would use me for their campaign. I would like to join your company.你知道我每次在这个浴室要拍片呢，都无法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因为你看后面这边是一面镜子嘛，所以我前面不管调得再好，然后后面就会看到我就是一个大屁股这样子。哎，等一下，我的绑头发在哪里？ Got it。给大家看我最近收到的新玩具，就是这个 For Real 的洗脸机。我之前看过很多人用，但是我自己只有用过那个 UFO。所以我最近收到一个，我真的好开心。那这个洗脸机是他们最新的 Luna 3， 然后一样是连接到手机的 App 就可以了。把洗面奶擦到脸上，然后就按 Start， 就开始震动了。它上面的那个毛啊很软，所以你在洗的时候不会觉得脸好像一直被摩擦的感觉。那我必须说，用这个洗脸机啊，比我自己用手还要洗，是真的感觉干净很多。而且洗完的时候脸会感觉很滑。以前我就会觉得洗脸就洗脸嘛，为什么要发明这么多东西？然后现在觉得，I know the difference。下一步呢，一样是用我的 UFO 2来敷个面膜。今天想敷的是这个 Glow Addict。那这个面膜机的好，我也应该也不用再多说什么，大家应该之前都看我介绍过很多次了。按开始。Secure the UFO activated mask to your device by clipping the attachment ring into. 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面膜，但如果你有自己平常使用的精华什么的，你也可以把这个机器拿来当做导入仪。对。还有一点很棒的是，它会让你好像在家里就有去美容院的感觉。像美容院可能会用蒸汽把你的毛孔打开，或是有一些冰凉的 treatment 可以帮助你的皮肤紧致。那 UFO 的热能跟冷凝功能就有这个效果。加上我真的觉得我每次用它的时候，我的保养品或是面膜都吸收得更好。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面膜的精华啊，插在脖子这里。你可以用它 App 里面 Smart Control 的功能来加强不同的部位。那我自己是觉得长期来说，它是一个蛮值得投资的一个 Beauty Tool，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把你现有的精华或是护肤品吸收的更好，就是发挥最大的功效。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那我自己是真的从 UFO 1 UFO 2然后到现在试用到 Luna 3，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真的都是我自己都蛮推荐的。所以现在来快速的发妆。之前我房间就是永远充满着衣服，其实现在也是充满着衣服啦。我等一下整理一下，换换衣服就要赶快出门了。那今天 Serena 她办了一个户外的市集，所以我等一下去偷看一下。然后在去市集之前呢，我有个朋友他准备要去英国工作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吃一个 farewell breakfast。自从疫情开始之后，就真的觉得每一次说再见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再见。The first time I met you, baby, like a night sky in July, cause you,
今天的妈妈都愿意 Owen 还有准备要离我们而去的 Wilson 空，昨天他下个礼拜就要飞去英国了，对啊，然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见面了。嗯，好啊。Karma Sutra, does it suit you? Your velvet dress is slipping off. Would you stay with me? It's coming through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我现在呢，刚从美孚站出来，然后我要走去那个叫什么纪念馆，饶，你们知道我在讲哪一个吧？哦，饶宗颐文化馆，对啦。每次开场好像都很尴尬。Hello。今天可乐会参加一个盖碗茶的 workshop， 学茶艺。你要做一个优雅的女生吗？早嗨，早嗨，早嗨。OK OK， 听明。是广东话授课。不要生气。我只求我不要把茶杯给打破。第一步是什么？小姐，来，看边看边，先把这个杯子弄好。OK OK。像做咖啡一样。OK。OK。好，然后手机在最底。有没有看到里面的茶叶？你刚不是说看不见了？Y'all may still not know I'm talking about Italy。 今天有信心吗？有。好，来吧。今天来 workshop 做小物，你会不会之后要开一个 bakery 啊？我应该不同的店都会开。No matter the way, no matter the pain, heartache, I promise all of those lonesome nights apart.You'll be back in my arms, no matter the way. 各位，我们今天超级大丰收，谢谢 Serena， 谢谢你来办这个活动，好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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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guys， 我刚回到家之后就立马冲去洗澡，因为今天天气有30度吧，然后我一路在外面就是走来走去啊，然后真的流了很多的汗。我不喜欢夏天，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台湾或在香港都很容易，你光是站在那边不要动，你就是都会自然而然的冒汗，然后我就很不喜欢那种就是皮肤湿湿黏黏的那种感觉，所以之前如果天气一热的话，我甚至会一天洗个2-3次澡这样。好，这是题外话。然后现在想跟很快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去 Serena 他们家活动的一些战利品，这个包含他们有些送给我的礼物，还有我自己买的东西。先给大家看这个好了，这个上一次在大干爹的时候我也有分享过，是这个 Atelia， 他们是一个香港的香氛品牌。我之前已经烧完他们家一整个蜡烛，就是这个味道叫做 Midnight Darling。 那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味道，所以我知道他们今天要去摆摊，我就自己又买了一个。然后另外呢，他们送给了我一个这个小小的礼盒，那最后点了，如果喜欢再分享给大家。好，然后呢我自己买了一颗超级可爱的东西，等一下，噔，我买了一颗植物，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像仙人掌的东西，然后据说它是非常不容易会养死的，所以然后它整个造型像一颗球，超可爱。我今天看到它，我就有跟它有一点缘分，所以我就把它带回家了。对，
接下来是这两个非常可爱的懒人包咖啡，你就从这边加水进去之后，你可以用冷泡或者是冲热饮，然后就可以直接倒出来喝，不是很可爱吗？对。再来这一家叫做 Sage Tea， 然后里面有两盒的茶叶，我应该会把它带到公司去，因为我知道 Witty 很喜欢喝茶。再下一个也是香港的香氛品牌，叫做 Lerf， 然后这个是 Serena 挑给我的，叫 Silence 的香水。嗯，然后呢，我自己试闻之后又自费买了一个扩香，没错，你看我就是对香味非常执着的人，就很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香水。对，那这个的名字叫做 Rosie， 这也是我今天闻到之后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我应该会把它放在房间里面吧。今天这个包裹哦，然后这个是 Serena 挑给我的三个耳环。这三款是很有那种 dream catcher 的感觉，我每次都蛮兴奋可以去这些市集，因为就会有很多，就你会认识很多香港的小店跟小品牌，每次看到人家创业然后这么努力，我就会觉得我真的不能够再懒散下去了，这种感觉。没看到你呀、啊、哎，等我一下哦。啊，对对对，因为这样子比较好截对，先把它截图下来，你这种你可能要需要先拿远一点。哦天哪，原来你在录影啊！哦，马赛克。咦，我一二三要截图喽！咦，先把你表弟放掉，我的画面上黄一花不行，我看不清楚。然后因为这是咖啡啊，这才是重点吧？好，别哭啊！原来这才是重点。你知道我不能吃喝咖啡的，你们怎么给我买咖啡呢？啊，好，我今天去一个市集买了一棵植物，然后还有我今天去那个市集还有一棵。康乃馨，康乃馨看到没有？就今天而已，我今天早上我一大早要出去运动，运动完回来要洗衣服，要晾衣服，要收衣服，要折衣服，然后看小说、睡觉、煮饭、买菜。你说我会无聊吗？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be.
betrayed your trust and ruined our friendship. You saved my life. That right there is a giant balloon full of cocaine that blows my head to stomach.那我现在来做一件我想要做很久的事情，那就是我要来看《哈利波特》的电影。然后今天要来喝这个我在超市找到的 beer。它好像叫白啤酒，蛮好喝的。最近夏天到了，所以我点的蜡烛味道也变了。这个是一个味道非常清新的 tomato。And tomato small tomato vine. Whew. Just a small, excellent, not a gin.